五十五十碟。是的。一线建哥，五十碟啊！你好像冇对手喎，睇翻个岁数，五十碟五十碟，真系一个人。唔好偷笑得。四道牛桥九百提前，五道宋志强九百提前。观众朋友们，三道前九刘敏是原成都市游泳会队员，长期从事基层游泳教练工作，担任过市县警察运动会和市县大学中运动会。